九二禅舍梵天神圣观音天三月若等当知三禅安乐我有过失超光阴天众生闻已自然而得成就三禅舍光阴身边今天十月若等当知十禅寂静超遍今天众生闻已自然而得成就十禅舍遍今生生光过天是为四佛之自住因生无住无作但众众生诸善业力之说诸善佛之如来因生亦复如是无住无作无有分别非入非出但众如来功德法力住于世中广大因生其实者何以耶如等当知一切诸分皆悉是苦所谓地狱苦畜生苦恶鬼苦无不得苦作我说苦作诸恶恨苦于生人天当中善根生人天中立住能处众生闻已舍利颠倒修诸善恨立住能处生人天中而也如等当知一切诸众苦之人如热铁腕诸恨无常是摩涅法涅槃寂静无为安乐远离世然消除热闹众生闻已勤修善法与生闻生得随顺因生人三月如等当知生闻生策随他欲皆智慧下列更有上生明度觉生无不有是如等因学要生道者闻思因亦舍身闻道修度觉生四月如等当知过而生为更有生道名为大圣菩萨所悉顺六波罗蜜不断菩萨恨不舍菩提心除无量甚是而不疲厌过于二圣名为大圣第一圣圣圣最圣圣上圣无上圣利益一切众生圣若有众生心皆广大诸根蒙利诸众善根为着如来圣利所加有圣要欲希求佛闻此因依发菩提心佛之如来应身不从身处不从心处而能利益无量众生佛之是为如来应身第一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之福之佛此譬如互相应于三故即应身其无有形状不可度见亦无分别而能随着一切语言如来应身亦佛如是无有形状不可度见非有方说非无方说但随众生欲界缘处其心究竟无言无事不可宣说佛只是为如来应身第二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之佛此佛是譬如诸天有大法故名为觉悟若诸天自心法一时于虚空中出生高言如等当知一切娱乐皆悉无常虚妄颠倒虚臾变合当观于佛令其莲座如魔方亦若方亦者多诸恶趣后悔无极方亦诸天闻此因亦甚大有不色之功中所有娱乐一点妄说求法行道佛是彼天故亦无住无作无起无灭而能利益无量众
身当知如来亦复如是为欲觉无方彼众生处于无量妙法因身所谓无错身不妨一身无常身苦身无惑身不净身即灭身涅槃身无有量自然之身不可坏菩萨恒身知一切处如来无功用之地身以此因身遍法界中而开悟知无数众生闻是因彼皆生欢喜勤修善法各于自身而求出离所谓或修身闻身或修度觉身或悉菩萨无上大身而如来因不着方说无有因说佛只是为如来因身第三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智佛此佛子毗卢自在天王有天才女名曰善口于其口中出一音声其声则于百千中曰二共相异一一曰中不有百千差别音声佛此彼善口女从口一声出于如是无量音声当知如来亦复如是于一音中出无量声随诸众生心要差别皆悉遍知悉令得见佛知是为如来因身第十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智佛知佛子毗卢大梵天王住于梵宫诸梵音声一切梵众密不皆闻耳鼻音声不出众会诸梵天中现身是念大梵天王度于我于如来妙意亦复如是道场中会密不皆闻而其音声不出众外何以故更为受者不以闻故其闻音者皆作是念如来世尊度为我说佛知如来音声无处无住而能成就一切事业是为如来音声第五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智佛是佛子毗卢众生皆同一位随其起故虽有差别虽无念虑亦无分别如来妙意亦复如是为是以为解脱为随诸众生心起亦故无量差别而无念虑亦无分别佛子是为如来音声第六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智佛是佛子毗卢阿耨婆达多隆王心达弥云遍阎佛提婆诸甘于百国妙家皆得生长江河全持一切因满自大于水不从龙王身心中出而能种种饶益众生佛是如来因尘等觉亦复如是心大悲云遍十方皆普于无常甘度法语令一切众生皆生欢喜增长善法满足诸生佛知如来因身不从外来不从内出而能饶益一切众生是为如来因身第七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智佛知佛知毗卢摩诃是龙王将于将于为边际加现其大于弥佛虚空临地七日待诸众生作无究极何以故毗达龙王有慈悲心不欲恼乱诸众生故佛七日亦将为悉于普人大地佛知如来因尘等觉亦复如是将法语为边际加
量现行法运成受众生为一灵气心无尽破带其手一然后破枪干多法语言说声声微妙善法坚持灵气满足如来一切知识无上法为佛知识为如来应身第八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佛知佛知毗卢海中有大龙王名大庄严于大海中将于知识或将世中庄严于或百或千或百千中庄严于佛知水无分别但以龙王不是一地灵气庄严乃至百千无量差别如来应真等觉依佛如是为诸众生说法之时或以十种差别因说或百或千或一百千或以八万四千因身说八万四千分乃至或以无量百千以那由他因身个别说法令其闻者皆生欢喜如来因身无所分别但以诸佛与神圣法界圆满清净能随众生根之所依处种种因一切令欢喜佛知识为如来应身第九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佛知佛知毗卢娑伽罗龙王与显龙王大自在力饶益众生心地欢喜从事天下乃至他化自在天出心大云王周匝弥佛其云舍下无量差别火焰佛坛青光明色火毗琉璃光明色火白衣光明色火玻璃光明色火摩萨罗光明色火玛瑙光明色火神掌光明色火赤珍珠光明色火无量香光明色火无垢衣光明色火清净水光明色火种种庄严具光明色如是云王周匝弥佛及弥佛于处种种色定光所为阎佛坛金色印处琉璃色定光琉璃色云处金色定光银色云处玻璃色定光玻璃色云处银色定光摩萨罗色云处玛瑙色定光玛瑙色云处摩萨罗色定光神掌宝色云处赤珍珠色定光赤珍珠色云处神掌宝色定光无量相色云处无垢衣色定光无垢衣色云处无量相色定光清净水色云处种种庄严具色定光种种庄严具色云处清净水色定光乃至种种色云处一色定光一色云处种种色定光佛与彼云中处种种雷声随众生心皆令欢喜所为或如天女歌咏音或如诸天伎乐音或如龙女歌咏音或如显达婆女歌咏音或如紧那罗女歌咏音或如大地震动声或如海水波涛声或如兽王啸吼声或如号鸟鸣转声及于无量种种音声及震雷以伏其凉风令诸众生心生悦乐然后乃将种种诸欲离以安乐无量众生从他化天之于地上于一切处所与不同所谓于大海中于清冷水明无断绝于他化自在天于小地等种种悦以名为美妙于华乐天于大摩尼宝明方大光明于都
晒天雨大庄严居民为吹气雨夜摩天雨大妙华明众众庄严居于三十三天雨众妙相名为月意雨十天王天雨天宝一名为覆盖雨龙王空雨赤珍珠明用出光明雨阿修罗风雨诸宾障明相佛愿地雨培雨山月雨中中华明月开佛雨三天下西一路是然歌随起初说雨普通随彼龙王七星宾等无有彼此但以众生善根以故亦有差别佛是如来因真等觉无上法王亦复如是于一真法教化众生现不生于弥佛法界随其要与为现不同所谓或为众生现身身于或为众生现化身于或为众生现地之身于或为众生现色身于或为众生现相好身于或为众生现福德身于或为众生现智慧身于或为众生现助力不可坏身于或为众生现无畏身于或为众生现法界身于佛之如来亦如是等无量身于普佛十方一切世界随诸众生所要个别实现种种光明点光所谓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无所不知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无边光明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如佛秘密法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应现光明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光明照耀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如无尽陀罗尼门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真念不乱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究竟不坏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深入诸趣或为众生现光明点光明满一切愿皆令欢喜佛之如来应真等觉现如是等无量光明点光明不随众生心之所要出生无量三昧累生所谓三觉之三昧累生自然离垢海三昧累生一切法自在三昧累生金刚论三昧累生须弥山庄三昧累生海印三昧累生日灯三昧累生普令众生欢喜三昧累生无尽障三昧累生不坏邪脱离三昧累生佛子如来身云中出如是等无量差别三昧累生以讲讲法语显现瑞相开悟众生所谓从无障碍大慈悲心现于如来大智风轮明能令一切众生全部是以欢喜事业慈祥现以一切菩萨及诸众生甚至于心皆得尽量然后从如来大法身云大慈悲云大不思议云与不思议光大法语令一切众生身心清净所谓为作菩提上菩萨与大法语明法皆无差别为最后生菩萨与大法语明菩萨有悉如来秘密教为一生说悉菩萨与大法语明清净普光明为观地菩萨与大法语明如来庄严具所庄严为得人菩萨与大法语明功德宝智慧花开佛不断菩萨大悲恨为诸相信菩萨与大法语明如现前变化生生门而行菩萨恨无休息无疲厌为诸法性菩萨与大法语明出生如来大慈悲恨
身救护众生，为救度却生众生，于大法于名声之缘起发愿第二品得不坏谢陀佛，为救生闻声众生，于大法于名以大智慧剪断一切烦恼言，为积极善根决定不决定众生，于大法于名能力成就种种法门，深大欢喜佛是诸佛如来最终身心于如是等广大法语充满一切无边世界，佛是如来应真等觉其心平等于法无定，但与众生根于不同，所与法语是有差别，是为如来应身地是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之佛之佛之应之如来应身有是种无量何等为是，所谓如虚空皆无量，指一切处不如法皆无量，无所不变故如众生皆无量，令一切心喜不如诸业无量，说其果报不如烦恼无量，悉令除灭故如众生业因无量，虽皆令闻故如众生欲皆无量，不管求度故如三世无量，无有边际故如智慧无量，分别一切故如佛境界无量，如佛法界故佛之如来应真等觉应身成就如是等阿僧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智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于从名此一而说颂言，三千世界将坏事众生福利身高言，四禅寂寂无住苦令其闻一息利于十利世尊一如是出妙音声遍法界，为说诸恨苦无常令其永度生死海，譬如深山大谷中虽有音声皆相应，谁能随诸他言语而相毕竟无分别，是离言语亦佛论随其根受为实现，令其调伏生欢喜，不念我今能言说如天有国民能觉常于空中真法应界地方一诸天子令其闻一得力作实力法故，一如是出于种种妙音声觉悟一切诸群生令其悉真菩提果自在天王有宝力口中善咒诸音乐一声人出百千音一一音中覆百千三世音声一如是一声而出一切音，随其心语有差别隔离闻一断烦恼，譬如梵王吐一音能令梵众皆欢喜，因为即梵不出万一一切音，即读闻十力梵王亦不然言一言音从法界为战终会不愿出一无心故为能受，譬如众水同一心法功德为无差别因地在其各不同，是故令其种种以一切之因亦如是法性以为无分别，随诸众生心不同故事听闻种种以，譬如无热大龙王将于菩萨言菩提能力草树皆生长而不从生其心处，诸佛妙音亦如是不与法具其中下能力生善灭诸而不从内外而得有，譬如摩诃斯龙王心于七日为现于待诸众生作无尽，然后是将成立一实力眼力亦如是现化众生是成熟，然后为说甚深法令其闻者不惊不大张言，龙于海中诸于是种种言语或白或
千百千种水随一味庄严别究竟辩才一如是说十二是诸法门或百或千智无量不生心念有数别贼神龙王所揭罗星云不复思天下于一切处一个别而别龙心无二念诸佛法王亦如是大悲神云遍十方为诸修行于各一而于一切无分别佛子诸菩萨摩诃萨因云何知如来因真等觉心佛子如来心亦是具不可得但因一智无量故知如来心譬如虚空为一切无所依而虚空无所依如来智慧亦复如是为一切世界出世间之所依而如来智无所依佛子是为如来心第一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智佛智佛子譬如法界常住一切声闻度智菩萨解脱而法界无增减如来智慧亦复如是恒处一切世界出世间种种智慧而如来智无增减佛子是为如来心第二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智佛智佛智譬如大海其水千六十天下地及八十亿诸小舟中有船照着无不得水而彼大海不作分别无处于水佛之海虽亦复如是流入一切众生心中若诸众生观察境界修习法门则得智慧清净明了而如来智平等无二无有分别但随众生心性亦复所得智慧各个不同佛子是为如来心第三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智佛此佛此譬如大海有十宝珠具无量德能深海内一切珍宝若大海中无此宝珠乃至一宝亦不可得何等为是一名即即宝二名无尽藏三名愿力是然四名具足种眼佛是此时宝珠一切凡夫诸龙神等悉不得见何以故说解龙王以此宝珠断言方正至于空中神秘处故佛是如来因真等觉大智慧海亦复如是于中有四大智宝珠具足无量福智功德有四能生一切众生声闻度智学无学为记住菩萨智慧之法何等为此所谓无染作巧方便大智慧宝善分别有为无为法大智慧宝分别说无量法而不坏法心大智慧宝只是非是未曾无是大智慧宝若诸如来大智海中无此事宝有一众生得若大神中无是处是是之宝佛佛众生所不能见何以故至于如来神秘藏故此四之宝平均真知断解妙好不能离于诸菩萨中令其悉得智慧光明佛子是为如来心第四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智佛此佛子譬如大海有十智能光明大宝不在其地心即蒙热常能因所百川所住无量大水是故大海无有增减何等为是一名日藏二名地润三名火焰光四名金乌与佛子若大海中无此四宝从此天下乃至有地其中所有西北漂泊佛子此日将大宝光明照出海水西边为如利润大宝光明照出其如西边为落火焰光大宝光明照出其落西边为素金无余大宝光明照出其出遍整体乎如火炽
能悉及无余，佛此如来应真等觉大智慧，还以佛如是有时中大智慧宝具足无量威德光明，此智宝光出诸菩萨乃至临得如来大智，何等为是所谓灭一切三善波浪大智慧宝，除一切法碍大智慧宝，回光普照大智慧宝，与如来平等无边无共用大智慧宝，佛是诸菩萨修习一切诸道法，是其无量三善波浪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所不能坏，如来已灭一切三善波浪大智慧宝光明，诸比菩萨令舍一切三善波浪，持心已尽诸于三昧，有一处一切法碍大智慧宝光明，诸比菩萨令舍离三昧，为着其广大神通，有一回光普照大智慧宝光明，诸比菩萨临舍所起广大神通，诸大明共用恒有一如如来平等无边无共用大智慧宝光明，诸比菩萨临舍所起大明共用恒乃至的如来平等地悉一切共用令无有余，佛此若无如来此时至宝大光照出，乃至有一菩萨的如来地无有是处，佛只是为如来心地无相处，菩萨摩诃萨应如是智，佛是佛子如从水机上持飞向飞飞向电其中所有大千国土，于色无色众生之处摸不皆依虚空而起，虚空而出何以故，虚空不变故虽彼虚空不容三界而无分别，佛子如来智慧亦复如是，若声闻之，若度觉之，若菩萨之，若有为恨之，若无为恨之，一切皆依如来之气，如来之住，何以故，如来智慧遍一切故，随佛普容无量智慧而无分别，佛子是为如来心地流向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智，佛是佛子如学成地有遥望说明无尽根，必要树根从十六万八千由旬下清净冈地水轮起身，必要望树若生根是灵验佛地一切树根生，若生尽是灵验佛地一切树尽生，枝叶花果悉皆如是，此要望树根能生尽，尽能生根，根无有尽名无尽根，佛子必要望树于一切处皆令生长，为欲而出不能为所生长，利益所谓地狱深坑及水轮中，然以于彼处无眼舍，佛子如来智慧大要望树亦复如是，以过去所发成就一切智慧善法，不复一切诸众生皆除灭一切诸恶道，故广大悲愿而为其根，于一切如来真实智慧中心，众生坚固不动三巧方便，以为其经典法界之诸波罗蜜，以为其智禅定解脱诸大三昧，以为其业种持辩才菩提分法，以为其化究竟无边诸佛解脱，以为其果，佛子如来智慧大遥望树何果得名为无尽根，以究竟无休息故，不断菩萨恒果，菩萨恒起如来心，如来心即菩萨恒，是故得名为无尽根，佛子如来智慧大遥望树其根深是令一切菩萨身不舍众生大慈悲根，其今生令一切菩萨增长坚固精进身心，尽其智身智令一切菩萨增长一
一切诸波罗蜜之企业身是令一切菩萨身长心皆偷陀功德少欲之作业其化身是令一切菩萨居住身根相好庄严化其国身是令一切菩萨得无生忍乃至一切佛观地人国佛子如来智慧大遥望受为欲而出不能为作身长利益所谓而生多于无为广大深根即坏深根非其众生逆大邪见贪爱之水然亦于彼曾无眼舍佛子如来智慧无有增添以身善安住身无休息过佛子是为如来心地其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故此佛子譬如曾千大千世界皆我起誓焚烧一切草木丛林乃至铁为大铁为山皆悉炽然无有一遇佛子假使有人手持干草投彼火中予以云何得不烧佛大言佛也佛子彼所投草容格不烧如来智慧分别三世一切众生一切国度一切皆数一切诸法无不知者若永不知无有是处何以故智慧平等悉明大故佛子是为如来心地法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佛子佛子譬如风在坏世界时有大风起明月三坏能坏三千大千世界铁为山分皆沉随摩佛有大风明为能掌周匝三千大千世界庄山坏风不令得知欲方世界佛子若令如此能掌大风十方世界无不坏尽如来应真等觉依佛如是有大智风明为能灭能灭一切诸大菩萨烦恼习气有大智风明为巧智巧智其根为首菩萨不令能灭大智风论断习一切烦恼习气佛子若无如来巧智智风无量菩萨皆多声闻辟支佛地有智智故令诸菩萨超而身地安住如来究竟智慧佛子是为如来心地就像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佛子佛子如来智慧无处不知何以故无以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之自然之我爱之则得先前佛子比如有大金卷两等三千大千世界书写三千大千世界中是一切皆尽所谓书写大铁为山中是两等大铁为山书写大地中是两等大地书写中千世界中是两等中千世界书写小千世界中是两等小千世界如是若似天下若大海若须弥山若地天宫殿若欲界空居天宫殿若色界宫殿若无色界宫殿一一书写其量悉等四大经卷虽佛两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尘中如一微尘一切微尘皆亦如是是有一人智慧明大具足成就清净天眼见此经卷在微尘内欲著众生无少利益即作是念我当以清净力破彼微尘出此经卷令得饶益一切众生作是念及其方便破彼微尘出此经卷令诸众生不得饶益如是一尘一切微尘应知悉然佛子如来智慧亦复如是无量无碍不能离益一切众生居住在于众生身中但
攀着翻越妄想执着不知不觉不得利益而是如来亦无障碍清净之眼不管法界一切众生而作是眼其在其在此诸众生因何具有如来智慧于此迷惑不知不见我当叫一声道令其用力妄想执着止于身中得见如来广大智慧与佛无一计较彼众生修习圣道令离妄想离妄想于真的如来无量智慧离一安得一切众生佛此时为如来心地实相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知佛此菩萨摩诃萨因亦如是等无量无碍不可思议广大相知如来因真等觉醒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于聪明此意而说颂言于知诸佛心当观佛智慧佛智无一处入空无所依众生种种要记住方便皆以佛智慧佛智无一之声闻与度觉记住佛解脱皆以于法界法界无增见佛智亦如是出生一切智无增亦无见出生亦无尽如水千流地球之无不得无念亦无尽功力遍十方佛智亦如是普在众生心若有尽修即得之光明如龙游四处出生一切报知之神秘处凡人莫能见佛死之已然出生一切之于人莫能见为出大菩萨如海游四宝能引一切水令海不流意以佛无增见如来之意而悉当出法爱广大无有边能生佛菩萨恰方之有定欲色无色界一切以虚空虚空不分别声闻与度觉菩萨众智慧皆以于佛智佛智无分别学善有药王名为无尽根能生一切树根净业化是佛智亦如是如来种种生即得菩提亦复身菩萨恨如人把甘草之智欲界超金刚有动然自我不少第三世界欲刹及其中众生彼草容不少此佛无不知有佛名三坏能坏于大千若无别风之坏即无量界大智风雨而灭诸菩萨或别有三巧风令诸如来地如有大金君两等三千皆在于一尘内一切尘悉然有一从慧人经缘悉明见破尘出清君不饶益众生佛智亦如是遍在众生心妄想之所缠不绝亦不知诸佛大慈悲令其诸妄想如是乃出现饶益诸菩萨大方广佛化缘经卷第五十一离婆离婆第九二九二地陀罗尼地尼诃拉地毗梨梨地摩诃伽帝真尼伽帝娑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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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三曼多摩陀那欧婆那帝诃多遮遮那
那弥阿吉弥吉弥达他格达那摩阿三丁波那帝乌达摩达摩达他格达那摩阿吽婆娑诃那摩三曼陀摩陀那诃波那帝诃哆遮遮那弥阿吉弥吉弥达他格达那摩阿三丁波那帝乌达摩达摩达他格达那摩阿吽婆娑诃那摩三曼陀摩陀那诃波那帝诃哆遮遮那弥阿吉弥吉达他格达那摩阿三丁波那帝乌达摩达摩达他格达那摩阿哦、oh.
是
功德大，爱法界末训。